浩瀚的网络世界里，有一个姑娘叫风小筝，她孑然自立，温婉大方，有一个频道是 YY2086， 她与世无争，不卑不亢，有一个大家庭名叫丰富，她遮风挡雨，任寒来暑往。时光荏苒，岁月飞逝，与姑娘的相守相伴已经从最初的一天、一月、一年，到现在的五年、六年，甚至是未来整个人生的陪伴。感谢这个网络，让我们可以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、相守。感谢姑娘五年的每晚相见，感谢青年们五年的执着守护。守护征团和丰富铁骑的不断壮大，见证着丰富的日益强盛。从青涩害羞到幽默逗趣，从翻唱达人到原创歌手，姑娘也在大家的陪伴下日渐成熟。今天我们的姑娘迎来了她又一次18岁的生日。回顾过去这一年，姑娘在大家的陪伴下拿到了实至名归的年度最佳女歌手，大家见证了姑娘的头从大到小的百般变化，见证了姑娘在女神与逗比间的自由转换，更是一起见证了真好吃零食铺的从无到有。风若不止，珍惜一生，感谢缘分让我们相遇，感谢时间让我们相随，就让我们相约明年的今天，有你，有我，有姑娘，再次齐聚2086这个家。让我们陪着姑娘走过人生中每一个美好的年华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小珍姐姐生日快乐，小珍姐姐生日圆唱，音乐会现在开始。好玩吗？我都有点，今天我出来了哦。Hello, hello, hello.